欢迎收看 Terra FTW 的超级召唤师，我将在这个充满危险的世界中仅使用召唤武器攻击敌人，并且每一只召唤物只能存在一个，不允许重复召唤强化。那么我能顺利发育并击败最终 BOSS 吗？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LK。今天我们来玩《泰拉瑞亚超级召唤师》第三期。上一期我们结尾就是玩完之后，我自己把这个房子做了，给大家稍微瞅一眼，随便做的建筑啊，随便乱做的。然后下面这个地方呢，就是咱们的这个那个王之宝库，里面有很多好东西啊。然后这一期干什么？这一期我们应该要想办法打个 BOSS 了。我现在有一个大胆的想法，不是上一期在这个地方看到一个施法桌嘛，对吧？我想下去给他偷了。走，来了来了，现在就一直往下冲，不管了，无所谓，一直往下冲。哎呀，刚好到这个地方，再试一次。我们先试三次啊，如果三次没有拿得到的话就放弃了。刷了吗？刷了吗？刷了吗？哎呀，我被扎死了！别刷，别刷，别刷！我们要以最快的速度下去，走，再来。好 nice 啊，拿到了，应该要刷了吧？不刷吗？还不刷吗？我靠！这还有个木箱子，nice， 可以吧？金钥匙，然后还拿到了这个施法桌。这个地方有一个空岛，我们就从这个地方上去吧，比较近一点。这个地图里面的空岛都是上锁的，不可以白嫖。里面怎么是个新路呀？我正好开出了我不想要的。我以为是蝙蝠呢，这蜥蜴鸟吓我一跳。哇，下史莱姆雨了！下史莱姆雨的话，我们可以白嫖打史莱姆王。魔法青蛙，这个魔法青蛙是一个史莱姆 NPC， 可惜我现在没有进化粉。走吧，我们回家去刷史莱姆。哎，粉色史莱姆，它这个粉色凝胶的话可以做和平蜡烛，其实还有一点点用吧。来了来了，史莱姆王来了，哇，好大一坨史莱姆王，能打吗？应该可以打得过吧？感觉可以打。小心他传送的时候贴脸。我都没有吃药的，他打我一下伤害好高。可以可以可以，稳住就行了。绕过去往回走。回头躲一下这些他生的这些小崽子。小心他突脸，小心他突脸，哇，他伤害好高，快快快快快快溜，让张方我打吧，我先溜了。
死吧，去死吧 ，nice 吧。第一个 boss 居然是史莱姆王，给了一套忍者套，然后以及这个年安，不错。年安，史莱姆钩的话，我看一下，史莱姆钩它是三，不是这爆炸兔子怎么能把我炸死的？我又没打他，赵红武打的吧？哎呦！先把金塔弄出来，这样以后来丛林比较方便。八个金币买了吧。好了，这样的话以后来丛林就比较方便了。我感到有一个东西，走了，上去打克苏鲁之眼，不挖了。那正好嘛，我正愁我没有材料做你的召唤物呢。来一点药水跟他打。铁皮敏捷没有再生吗？做一瓶再生药剂吧。再生药剂，然后其他的还要再来吗？耐力药剂的话没有钓鱼，还有其他药剂吗？可以拿一个这个荆棘药水。有没有阿比盖尔之花呀？刷出来没有？没有，不长。啊，对了，我平台还没有搭的，赶紧去搭一个平台。已经来了，不要平台了，直接来吧。老王吃药了。哇去，能打得过吗？我感觉我有点打不过他，他伤害好高呀。而且我这鞭子前缀还不太好，已经二阶段了。还行还行，可以打可以打。我的召唤物好像打不到他，我现在只能自己打了。召唤物追不上他，而且我平台也没有搭，还有1000血能耗死他吗？他的血量越低，然后冲刺的 CD 就越短，之后是一个无限冲刺的过程。哦、oh, ，nice， 耶、yeah, ！我好强啊！平台都没搭，直接打过了。之后的时间呢，我是准备去做一下钓鱼任务及各种地方去钓鱼的，在各种环境下面做了流浪 NPC 救助站，把各种环境的金塔基本上都布置好了。之前去微光湖那边的目的其实是为了把这个金边给它重铸一下，结果没想到越搞越垃圾。然后现在我把这边的这个地下的房子先弄好了，就是临时的住所，之后这个地下我估计要么搬到这个微光湖这边，要么就搬到地狱里面去，反正这个地方只是个临时的，然后而且还可以钓鱼。然后我们先来重铸一下，我现在有多少钱，我现在有27个金币，能不能来一个好一点的。刚钓了起码有5天的鱼，做了5天的任务嘛，每天的任务都在做，然后钓出来了一个蛙腿，其实不止一个蛙腿，应该有3个蛙腿了，其他都被我卖了。先合成这个蛙掌，这个青蛙装备在 1.4.4 好像被削弱了我记得，但是问题不大，还是能用的。我可以和气球一起带着用对吧。我记得我钓到了一个气球河豚鱼的，这里
哎，它是不是可以用微光转化成普通气球来着？可在微光中转化为红色散亮气球，我觉得可以去转化一下，然后把这装备合了。啊，对了，我在丛林里面做了一个非常长的一个跑道，然后这个跑道上面会长一些草，草里面会有一些蚜虫啊、蛆虫啊这些东西，可以抓到三种虫子：蛆虫、蚜虫还有鼻涕虫。不过这个蛆虫还有蚜虫的钓鱼率比较低啊，但是三种虫子都可以做成蚜虫雕像。做生物雕像的话，需要墓地环境加这个重型工作台啊。把我身上这些虫子全部变成蚜虫雕像先。啊，好了，终于到微光湖了。到微光湖之后，咱们就直接把这个蚜虫雕像丢进去，让它分解了。它分解之后，它就是会全部变成这个蚜虫。60个蚜虫，这个蚜虫的钓鱼率是40%，大师诱饵是50%，就比大师诱饵低一点点，但是这个可以量产。好，这期节目的最后一个渔夫任务。哦，给了个金虫王。可以啊，啊，那这个好呀。